好养眼啊。我觉得第一个星汉灿烂和那个陈飞宇的那个对点燃我的你，哇那个好甜啊，那就是爱情的那种味道。我看那种就是比如说前一个事情他可能在讲的是别的事儿，哦你突然就会有一个那种表白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很惊喜反差的那种东西，就会太甜了。